好中华，帮大家弟兄建立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中华民国113年，天文岁初甲辰，农历6月24日，吉诞良时，为恭祝大体普济堂关圣君主1865周年圣诞千秋平安绕境大典，邀着普济堂大公正路主。准武纪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，专业南兴城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碧兴，以及南大溪仁安社创社110周年庆执行长黄建准董事长一同，诚心敬意，手奉清秋，恭向大溪普济堂奉祀文主。关圣帝君开正副路主真尊圣驾，圣驾车按前行迎驾礼，请向咱大家普济堂关圣君主圣驾坐前，请归。恭向关圣帝君恭祝圣寿一。敬香拜，再敬香拜，三敬香拜。请起立，请我们吉祥我们统一向我们简董事长这边吉祥。那由我们简董事长我们向前到圣驾车旁，我们准备敬香。来，先告家定哈，咱准备敬香，准备敬香哈。来，车边不要站人。奉上清香，恭祝普济堂关圣帝君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圣寿无疆，圣圣寿。有请我们简董事长恭祝我们圣驾车编号，我们准备献礼。阿弥恭向关圣帝君圣驾坐前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。三敬献拜，献上饼礼。昨前既有锦绣织袍、绣礼财宝、红绫八仙、好彩一桌，恭祝普济堂关圣帝君神威显现，香火鼎盛，一敬献拜。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寿礼财宝，恭祝关圣君主1865周年圣诞千秋，千千秋，圣寿无疆，圣圣寿。请金董事长，我们再回到前方迎驾就位。大家普济堂大公正老祖。准武纪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，兴盛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碧兴，及台企仁安社创社100周年庆执行长黄建准董事长，一同诚心敬意，
中州大家普济堂风师关圣文主圣驾车，风师圣驾案前行，名家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，内行降下高礼，提供。来，请监督司长，我们退回我们的坛前。